换算下来是增值比较划算，所以增值比贷款的利息划算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投资。对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琴，我圆梦了，这真的是我的人生梦想。而且我竟然前几天翻到，因为我自己在查斯坦威，我就在那边脸书查，本来还在想说会不会有二手斯坦威，可以买二手，买二手可以省个几百，但是就是二手太多不确定的因素，加上就是声音不确定跟保养不确定，所以我还是一直查啦。就是你知道想要买个东西就会一直东查查西查查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看还看到我自己在2016年，就是我创频道前两年的贴文，那时候刚好陪我的长笛老师去和合室钢琴，很多不同型号的声音，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 SK 的声音，我还说怎么希望人生目标可以就是定在买一台 Shigeru Piano， 觉得四台会太遥远了。我现在真的不敢想象这个遥远的梦想我竟然实现了，虽然是贷款啦，但是就觉得很可惜啊。圆梦，非常感谢。对，那能走到这一步就是说家人支持，大家的帮忙。因为其实频道上点阅啊、抖内啊这些其实都是对我集结作战，所以我就希望五年还完，就三环。我一个月要还50000多块，就是、超硬。然后最近就是要省吃俭用，但是我算了一下，就是还可以过去。全员列阵，也又不跟我上。我真的很讨厌，不是很讨厌，没那么讨厌啦，就是很少出门，跟我几乎都在家。跟我上，这样我宁愿在家里打电动耍废，就不想出门。我会觉得出门好像因为觉得很更多机会可以出现，就做了频道之后，就是一个卧底报价，再过生活。只要有一手时间，就觉得准备之前很痛苦，有时间就可以来练琴，不太允许自己放假。集结作战，就来我全员列阵，去出去玩一趟就好几万，我把钱省下来。这样准备阵型。不会变多啊，可是你又多花了500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其实一切就是为了赚钱嘛。我之前有跟会员听的直播，也有跟他们说，那时候在跟他们讨论，我到底要花500万还是把 SK 买下，差好几百万哎、欸！你人生真的要花那个好几百万吗？对，就可是我想说，我人生就这么一次，但是。就是我想可以有办法这个平台上架作品，然后我就希望留下好的作品。就希望他的音质是我满意的，所以我一切是为了音质，他就不是为了要赚钱，因为好像这花了更多钱，但500万要赚多久啊？天哪！我那他也是个梦想，一辈子的梦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辈子梦，把钱钱变成钢琴一样的，钱钱没有不见，钱钱变成那钱一样，可以拿我的猫吗？我想说，如果我存钱先去买房的话，我的钢琴就更不可能，所以然后付房贷就更不可能再一笔钱去买琴，所以我决定先把琴买了，琴还完之后再来买房，也许吧，或者我一租买房太没差，只是我不知道租了好几年以后到老了之后我也没有地方住，我老了，对啊，不过有真的对。
算，搞不好血府创作功力更大，有可能哦。因为其实之前的这个精英大部分不太满，因为就是声音容易阻碍，他压力很快，所以这个没有等于我就用他录。现在我觉得我弹有点吃力，就是中高音的韵还没有声音很低。那他低音非常的准，听着都还差不多。那他还需要点时间，我猜他一两个月声音会好。Coleman Black,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. I already record this video will release this Saturday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And see you in the afternoon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大家谢谢，所以就在台湾买，因为原因是因为关注，
勇士们，集合！阿尼玛，阿尼玛，勇士们，集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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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勇士们，集合